嗨，大家好啊！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啊，晏昼嘅3:44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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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间七喜小厨呢个新蒲岗崇明街呢度嘅时候咧，就成交咗啦。啱啱卖咗就讲紧系3376万，哇，够晒铺咯，无面呢度。面阔就大概我谂去到18尺到啦，深嘅时候咧就大概系50尺左右啦。咁啊入边咧就即系窄少少嘅。但 anyway， 嗱，转个圈俾你望下先。不知不觉，我哋由2016年7月份基金成立以嚟嘅时候，原来已经买咗57间铺，卖出咗33间。总之加埋起嚟嘅时候，90间啦，15亿到啦港币啦。咁啊所以如果你想投资新盘基金嘅时候，联络我哋啦。每季我哋集资港币6000万，我再 top up 2000万嘅时候就我占1/4啦。总之。唔好過分集資，總之最緊要賺到錢。呢度新蒲崗嗰度係話咩 ？Makiki 嗰個 shopping mall， 呢度康強街啦。咁啊呢間 OK 嘅，呢間靚鋪嚟嘅。建築面積就講緊係900尺，咁啊七起小廚，咁啊講緊租金65000蚊，回報2.36厘。咁啊呢度咧個門闊嘅時候咧都有成18尺啊，其實好闊嘅，呢間好闊嘅，應該入邊嘅樣，入邊樣呢間好闊嘅樣。咁啊應該成棟大廈添啊。咁啊圖即刻所有你睇到噶啦會。咁啊講緊租約咧就到2021年12月。成交咗3276万 ，exactly 啱啦，100% 堅嘅啦。咁啊，回報就2.36厘。原本業主啊，2004年啊，140万買吧，140万買。咁啊，呢個 OK 啊，呢個對面咧，即係斜對面咧，斜斜地咁啊。對面呢個咧就功夫點心店。哇，新蒲崗好多成交啊，7,420万。點解咧？因為好多睇得冇鋪賣啊嘛，睇得冇鋪賣，咁變咗啲人moving 曬想消費，揾個地方試習行下，唔想成日喺度行商場喎，咁就自然過嚟新蒲崗咯。知點解呢間靚嘢喎？呢間3276万呢手，呢間靚鋪啊！呢間好嘢嚟嘅。3276万咧，表面上感覺你以為金額好大，但係呢位 OK 㗎，幾旺啊！呢位好搶眼嘅，分分鐘呢間鋪嘅時候咧，18尺面，好似側邊咁，可以變成兩間㗎嘛，變成好似一個髮廊啊，變成一個衣帽所嘅時候，咁每間計翻落成本1600万，抵到爛啦！我覺得呢位 OK 喎，7.5分位。即係7.5分位，新蒲崗嘅前景。即係7.5分位，5分市，10分天命，1分片內啊。咁所以咧就個好嘢呢間鋪，貴賣嘅貴賣嘅。如果你想買商鋪基金，就打電話嚟我哋公司2830111啦。咁就每季我都集資，但係連續幾季我都爆曬㗎啦。咁總之唔好過分煩張，總之賺少啲賺多啲賺賺耐，唔係賺少啲賺耐啲，人少啲賺多啲。貴賣嘅貴賣嘅。